文姐姐。早安啊！其实大家有没有很好奇，我们在新加坡是怎样度过圣诞节的呢？所以我们就来到了 Garden by the Bay。我们会先去 Flower Dome， 然后再去 Crab Forest 看里面有什么东东。Let's go。Sharing our secrets, making dreams come true. Let's have a toast for the lovers. We'll tumble round in the snow, and my heart's going boom, boom, boom. You're so beautiful. What a night. Can you feel?已经进来了 Flower Dome 了，而我们也是第一批进来的游客哦，太爽了，很舒服。新加坡每年的十一月尾到十二月呢，它都会有一些圣诞的一些节日、一些装饰、一些 event， 他们就引进了欧洲的一些植物，还有很多的圣诞装饰，所以呢，看起来就是超有气氛的。而这里的背景音乐都是圣诞的音乐啊，很冷的天气再配上圣诞的装饰呢，就真的是让你可以感觉到在外国度过一个美好的圣诞。我们现在没有的出国没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在新加坡度过一个微出国的圣诞节吧。哎，他们去哪里了？他们已经往那里走了。Let's go。可能有些朋友说你有带着 stroller， 你行动不方便，你有轮椅的话呢，其实怎么办？其实不用担心，新加坡很多地方呢都是 wheelchair friendly、 kids friendly 的，它任何的跑道呢其实都可以设计给那种有轮椅啊、有 stroller 的人去行动的，所以说不用担心，来到这里就放心的玩吧。Talking on the phone, I make you feel at home. 也太有气氛了吧！这里播着的就是圣诞音乐，四周围呢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花朵，还有一些圣诞的装饰。而且最舒服的是呢，这里温度就是蛮凉爽的，所以呢，就是可以放开你的心情，去让自己去 relax 一下，看一下花朵。So, 我也不需要说这么多，毕竟呢，在这种植物园看花的地方呢，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所以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就来这边看看花朵吧。Spend my time running around, keeping people pleased. But this is my favorite holiday. It's a chance to start over new. Cause I missed you so, I'm letting go of everything but you. These are the good times with you. Baby, this year it's just gonna be you and me.我们进来了 Cloud Forest。 Cloud Forest 呢，一进来的时候呢，就有很大的瀑布，这个人造瀑布呢应该有七层楼高吧，然后里头呢瀑布的水呢会经过一些风吹啊，然后你感觉到一些水分洒在那个脸上，是让你感觉到蛮 refreshing 的。这个 Cloud Forest 的建筑呢大概六七层楼高，我们会先跑到最顶楼，然后再慢慢跟随它的步道呢，再慢慢的走下来。Moon, this is our national flower orchid. Do you see? 没有踩我的意思。哦，有 parrot， 是有一些鹦鹉。然后这个，我不懂叫什么名字。树麦。对，反正就是很懒惰的样子，动得很慢。哇。这个是什么？这个也是那个树懒哦，木恩。
Muan, you see this flower? What is this flower called? Another one. What is this flower called? Another. Orchid. Well, this big, big tree with our house we have, right? This is this leaf. Making our Christmas memories. Oh, and I've been longing to hold you close. Forget about everyone else. Isn't this how it's supposed to be? Making our Christmas memories. Oh, oh. 来到 The Lost World, 在六楼。我要重新修改，我们是要去七楼。来到六楼过后呢，这有一个电梯再上到一楼，是蛮久去的。对，你看它是我们在最顶楼最顶端。对，我们现在在 Clock Wall 是最顶端，然后我们就慢慢沿着这些跑道慢慢的走下去去参观吧。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叫做 Cloud Forest。你在最顶楼七楼就好像在云层一样，而四周围呢就有这种喷雾，让整个地方呢你走的时候呢就感觉到你很像在云端。没有，它喷雾其实是有时间的，10:00是第一次喷雾。哦，它入口的时候你没有拍到了？没有，入口的时候还有一个时间呢，它 missing 的时间。哦，那我也是很幸运哦，我走这的时候呢就是它就是喷雾的时间，让我感觉起来我就是走在云端。 I've been wrapping presents for you, I've been hanging marbles in the tree, and I've lit my house with Christmas lights, so you should come back home to me, and when we wake up in the morning, I'm gonna play those carols that you love. We'll be singing all the melodies until the sun comes up. These are the good times with you. 我们来到了四楼 Hot Walk， 我们来这里吸收一下日月的精华。这里有很多那种水晶石头啊之类的东西，感觉像小朋友应该会不会紧张啊？我们就纯粹来走走看看吧。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有一个现象，就是呢，它蛮适合情侣来的，因为这边天气冷哦，然后很多人就是这样子抱着抱的抱紧处理。有吗？有啊，没有看到吗？有没有看到很多情侣啊，都是抱紧处理，一直慢慢的很浪漫的走。我没有去看。我瞄到，但是我不想再看。因为他不能抱紧我处理，他只能抱紧月姬或者是抱李牧恩去处理。哇，这里看起来蛮不错哎。对，蛮漂亮的。哦，这里四周围有这个步道，然后这里呢阳光也是超美的。你看，就有人在那边牵手了，但是没有抱紧处理了。我们就在这拍拍照吧。我们逛完啦，终于逛完了 Flower Dome 和 Club Forest 了，耶！整体上体验都很不错哦。我觉得最主要的条件就是一定要早点到。对，逛得很舒服，因为人很少的关系哦，我们有很多时间去拍照啊，去走走，可以让小朋友啊自由自在的在那边活动，所以我们觉得很安心。嗯，很安心之余，拍照也不会拍到太多的人。而我们今天呢是真的是第一个时间，9:00我们就到了，真的是抢先第一个顾客来光顾这个地方。而且最主要还是我们要先去 Flower Dome， 因为 Flower Dome 会比较多人呢，所以9:00我们先去了 Flower Dome， 过后才去 Club Forest。 Club Forest 呢，它基本上它是没有什么圣诞的装饰了，它就是给小朋友体验一下，去看一下那些植物啊，从高处里面往下走，再看一下瀑布。两个小朋友呢，冷的温度当中呢，都很想睡觉。连我抱着它的时候，我都很想盖一个眼睛休息一下。如果有来 Garden by the Bay 的话呢，不妨呢可以来这边两个地方走走。圣诞节的话呢，也可以来这边走走。新年的时候呢，我听说他们有很多 Sakura 啊那些装饰。到了夏天，他们可能就会运欧洲独立进来。对，就是每一个季节都有不一样品种的花，真的蛮不错啦。有机会啊，大家来这边走走看看咯。好啦，这个影片就结束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分享、按赞。然后我们每个礼拜六都会准时上片哦。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啊，如果你有想我们拍更多的新加坡景点啊，该去的地方的话，在底下留言给我们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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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